我哋就 friend 嘅嚟開始啦。呢個部分分成三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愛嘅意願，佢兩個喺大家面前能夠嘅神父相愛佢哋，佢哋願意結為夫婦。咁第二個部分就係兩個互相交歡，就係、是、愛嘅盟約嚟嘅，係互相向對方建立呢個愛嘅盟約。第三個部分就係愛嘅分享，佢哋願意將自己嘅生命交俾對方，就用交換戒指方法。呢個方法好簡單，好出名嘅啦，咁就係互相分享生命，永遠都係一齊嘅。你哋今日嚟到主嘅聖殿，響天主同埋教會雙方家眾各位親友面前提結婚約，你哋知道夫婦嘅愛係幾咁神聖嘅，婚姻嘅責任都係幾咁重大，更加知道嘅人天在之下一定要終身相守。而家我要教咗名義，請你哋鄭重表明自己嘅意願。聽你，你明唔明同埋？你哋既然選擇咗婚姻生活咁樣，你哋咪都願意一生互相敬愛？係，我哋願意。你哋都願意接受天主賞賜嘅子女，按照基督福音同埋教約訓導養育佢哋？係，我哋願意。你哋兩位既然願意為夫婦，就請你哋面對面更加相守。天主為教會面前固定你嘅婚姻盟約，今時今日一定要同阿丹娜表達你嘅心意。不用等他回來，不用等他回來。